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哇，这求婚啊，前前后后这样想梗，大概想了有两三个月了，就一直看影片了。我基本上是把 YouTube 所有求婚的影片看完了。天啊，我连做梦都梦到求婚了，很累啊。小峰做婚礼求婚的看看，那这边有摄影人员，这边有什么大段子，让我们准备一下，往右边出发，哎，出发。他一直跟我讲说，哎，因为我们十月，我们10月9号就要公证，然后他一直说，哎，我10月9号就要公证嘞，我们两个就要身份证上面就要有彼此的名字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求婚？啊，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我说冬天的时候。他说哪有这样子的，我都已经身份证上都已经嫁给你了，你才要求婚。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让他知道公证的前一天啊，10月8号这一天，对，就会先跟他求婚。综合了非常多网友的想法，然后自己的想法跟很强的求婚想法，全部综合在一起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求婚。希望他会喜欢。是吧？因为现在这个马车呢，即将带你前往很神秘的地方哦，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过程吧。为什么第二段会有人穿着饮料店的服装呢？因为那就是我们俩在歇脚亭相遇的那一天啊。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，爱已经从我们两个身上开始发芽了。记得吗？在9年前的10月9号那天晚上，我们就是在豪乐迪 KTV 在一起的。那一天，我觉得我们从朋友升华成情人。虽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的恋情，但我觉得内心里面是珍惜的。我记得我们两个刚在一起没有太久，然后我们两个同居了。同居以后发现，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互补。我觉得我会做的你不会，我觉得你会做的我不会。你让我的人生真的变得更灿烂、更美好。放轻松，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。害怕，不会寂寞。
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只要匆匆匆匆溜走，夜夜也不回头，被你变成老太婆。爱到那么难的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手牵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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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啦啦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。今年就认识了，那一天你在饮料店，然后你在煮茶，我走进去，然后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，很平凡的一天，但对我们两个却又是很重要的一天，因为那一天我们两个认识了，才有往后的点点滴滴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很值得庆祝。然后隔了很多年后我们才真的在一起，那在一起的时候朋友都不是那么的认同，觉得我可能比较花心啊。对啊，那其实不是我花心了，是因为你知道我的家庭，我很害怕婚姻，害怕爱情，所以我不太相信有这件事情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的状况。但后来跟你九年在一起的时间，我觉得每一天从你的身上都感觉到很多的快乐，很多的温暖跟很多的爱。我觉得九年我好像一个冰块慢慢的被你融化下来，但是这九年你在融化我的过程当中，你也很不容易哦，因为有很多的我的幼稚啊，不谅解啊，吵架啊，让你一个人，让你孤单，让你觉得不舒服、啊、所以我觉得九年你走过来，我知道你很多次想放弃，但你都坚持下来了，然后你看书啊，你改变了，我觉得你做非常多努力。那在这边我只想说谢谢你的努力，我也想跟你说这九年真的辛苦你了。那慢慢被你融化以后，我就开始有一种想走入婚姻的感觉了。我就问我自己，我到底是想结婚，还是我只是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？我想这个问题想很久，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不想结婚。但如果可以跟你一辈子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很愿意咯，我很愿意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我不是想结婚。那为什么愿意跟你一辈子在一起？我很愿意，因为我觉得每天看到你我很开心，每一天跟你在一起很多欢笑，每一次跟你在一起很有爱，每一次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人生就是充满很多希望，所以我愿意跟你走一辈子，所以我愿意结婚。其实我还是不想结婚，但跟你我 OK 哦，真的。然后我觉得过去的这九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，未来这九十年你把你的生命交给我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美丽最快乐的小公主。今天选择在六福村是因为当年我们就在六福村这个地方，一切有始有终，你一直说你想像个小公主一样，所以在旋转木马，在阿拉伯皇宫，在正美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你，就是詹美娟女士卡住了，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